好啦啦队女神林湘爆出和小四岁的球员马杰森热恋，十号林湘也出席参与的恋爱实境秀活动，被问到恋情传闻，她则是默认了。让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。好事啦，其实这就是好事啊。我的理想型呢，就是我之前都很常分享嘛，我喜欢有点颓帅风的，就是看起来有点黑眼圈啊，有才华的感觉。对。林湘对于恋情不多做回应，像是田相默认了，一旁的前辈梁鹤群、白云帮忙缓颊。而林湘说自己的理想型就是颓废风格，注重相处的感觉，自己是处女座，很吹毛求疵。至于和球员谈恋爱会不会受到影响，则是不太清楚。喊话谢谢乡民们的支持，也希望外界给予他一点空间。以上是娱乐消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